然后2022二峰圳都是二，二峰圳漂流圈漂流竞速比赛哈，趣味比赛。那现在是第一届哦，我们来看看谁蓝那个绿色跟橘色的，看谁比较快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好，预备，开球嘛，预备 ，Go！ 哎呦哎呦，可以哦。可以哦，没有规则的，可以踹对方、拉对方，把对方泼水哦。哦，快一点哦！哦快一点，绿色的输了，绿色的输了，等一下要清水圳啊！哎，可以用踹的哦。有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Feel alright. 你第一遍阿姐，你去叫我做啥？老汉推车。这是什么水母吗？是水母吗？顺起来有啊，要飞起来啊，飞起来、啊，飞起来了，要飞。在家休息哦。二峰圳玩水，顺境了，该安尼嘛去嘛去，好好，这才是暑假嘛，对不对？玩水玩，再来一个冰嘛，这是我们南部的暑假都是这样过哦，南部的暑假都是这样。